谢海外台湾人对故乡的关心，多谢海外台湾人。虽然这个时间，互你感觉讲无希望，做侪时间点，互你感觉无机会，但是你永远袂放弃。阮伫咧台湾，因为恁的关心；阮伫咧台湾，因为恁的坚持，台湾才有法度一步一步进步。感谢每一位离开故乡这么远，感情这么高，咱每一位在这吃饭的，咱的时代长辈，感谢各位，多谢你，谢谢。我今仔日吼，负责伫只讲头前20分钟，啊，因为咧吃饭，通常我细汉的时阵呢，阮阿公甲阮讲，吃饭的时阵讲话介无礼貌的。来，无礼貌，但是我来做，特别大家慢慢来用。了解问题，台湾是不是一个有希望、有愿望的所在？台湾是不是一个有希望、有愿望的所在？400年前，原住民伫遐，400年前，陆续有移民来到台湾，每一个艰苦的人。来到这片土地，拢是咧超出家己的机会。时间过得较紧，不管是伫咧明朝以前、清朝的时阵，日本人来、中国人来，不管每一个时代，人来来去去，有一出电影是客人做的，这出电影叫做《1895》，我唔知各位有看过无？1895这出电影是淡水埤政府最后的时阵新闻局有补助的一出电影。这个电影做煞，马英九政府上台，这个电影予迄阵的电赞助单位新闻局加到乱七八糟。但是这出18951895这出电影，讲的就是1895年台湾割让予日本。日本人对基隆港上岸，一路对北部下南，来到苗栗新竹桃园周边的时阵，一群义军在对抗日本人，其中内面的男主角，伊的部下甲伊问，讲你为虾米？你倒有残痕？你倒有钱？你为虾米拿这支枪出来对抗？这个男主角讲，伊用客话讲，伊讲台湾这个所在，人来来去去，就是像因爸当年把伊甲伊阿娘带来到台湾，后来走转去厦门，留下伊伫台湾。人会来来去去，只有留伫台湾这片土地的人，才是台湾这个土地的主人。所以为着这来讲，这电影。我咧看到台湾一个真特殊的现象，人会来，人会去，只有留伫一片土地的人，才是永远伫遐做主的人。时间过足紧，一直到民国的时代，伫我啊，我这个后辈，今仔用恁吃饭的时间，要甲各位报告，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所在？去年马英九硬要通过。自贸协定，准你马英九伫咧欢迎道金，要甲王金平打落来。2008年，马英九当选总统，伊当选总统5月20号上任，6月初9，甲台湾油甲电开始起价。迄个时阵，电视台都有大话新闻的时阵，我伫电视台内面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伫咧花莲还是台东开早点的太太打电话入来，可以入来。伊可以入来讲啥呢？伊讲吼，选举前有一个老师拢甲伊鼓励，选总统一定爱选罗马英九，哦，马英九盖会到，马英九盖到，马英九准备好了，马英九啥物拢好。选举了后。马英九9年会挂单，这个老师吼，这个退休的老师，要来到伊开早点的店，老师改一点早点，
点这个葱油饼加蛋，啊，佮来点一个头面，点好了后，伊甲头家问一句话讲，啊，拢做偌济钱？这头家来应一句话应完吼，这老师必定的。这头家呢，伊口音对我安尼讲，就讲当这个老师跟我点完早餐，我甲应一句讲，老师你等一下，马上好，来应一句马上好。老师批评说你在讽刺我，不要吃了，我不要买了。八一第五分钟的时阵，也考核马上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最挂当的什么都不好，但迄阵拿棍的人，都会输，都会抗议。因为一届到第二届，2012年，因个做总统，头两分钟，无误贸易协定。要新造的一个位，大多数的台湾人，政治上的人，学界，过去做官，都讲讲无机会啊！你欢迎马英九的，平静的马英九的，飞过去山，无贸易协定的通过，台湾所有的行业都会锁定在内，无机会动乱，绝对无机会。我去到你找我的 cos 班的几个教授，过去的名字，因这班部长叫黄明山，我甲黄明山讲有三辈啊，这个福报协定吼，有机会停起来，要哪来讲？伊嘛做机关，伊讲台湾互马英九杀入去中国规个锁链内面，翻袂回来，无机会啊！2月18日。太阳花学院的囡仔，无人学到迄个，一定有50个大学生冲入去台湾内面食的，因敢无人学到的，伫外口虽然写完的大学生有7000几个，第二天有7万1000外个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生、高中生、高中生，家己欢迎团团围住讲，阮要保护内面的人。乌毛的前进，我少年陪我去同门，是将将近十天，不能想袂到，所以台湾是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所在？我甲各位讲，台湾有时阵做歹命，但台湾做对命，台湾有时阵让你感觉无希望啊，但是永远会甲你讲，台湾一个保持有伊的生命力。今年要对小英出来以前，我把一个新闻加起来。我连最后一天弄掉小军的新台湾加油，我阁想办法把这个新闻加贴在我内面讲。迄个新闻是啥？我看到迄个新闻，我家己目屎是，我感觉足感动。教育部把学校的课程。阮拢有一个指导课纲，这个课纲呢，拢总修改30%以上，所以比较微调。修改课纲，把228抬掉，把白色恐怖提掉，把国民党写作是一个清廉进步的制度。在课纲内面，把台湾白色恐怖的记忆全部抹掉。在课程纲要内面。过去教科书有写的228，地人用完全都无出现。台湾的历史课又倒来剩20页，把中国甲台湾的关系作为教育的主角。在课纲内面，台湾甲中国变作历史的一体，这完全是马英九特别请一个教授，人家通台教授甲社会硬要通过。课纲的通过，嘛无经过正式合法的程序。反而台湾的反而判决这个课纲是违法的。教育部长吴思华，教育部长吴思华伊讲安怎？伊讲就算违法的，我嘛是要做。部长不管反而判决，硬要甲这印作教科书。所以台湾的教科书分作两种。一种是古代课纲编出来，叫做古板的教育制，高中一年开始要读；另外一种
就是教育部第三个新的课纲，台湾减少白色恐怖无，国民党共产党邪教的一套新的课纲，伊嘛印一套教科书。我甲各位报告，伫个台湾教科书的采购是学校家己负责，所以开始有学校老师讲，我无爱用恁新的，我照常要买旧的旧的。台南市市长赖清德公开甲教育部讲，你这个课纲是违法的，所以我台南市全部无爱买。这个问题拍好啊，这应该做的哦。但是你敢知影，教育部讲安怎？教育部甲所有老师甲家长讲，将来联考要考的题目在新课纲。小孩子的前途，你爱讲，因咱考试的分数是关系低，请你好好想好清楚，是恐吓台湾的家长甲囡仔，因为联考考试，我要照新课纲出题，恁家若要买旧课册，我唔插你咯。哦，开始大家骂，你反正骂伊，不管，妈伊都最后一单，要甲伊讲的，这好魔术讲，讲要甲民进党畏惧之情，过度台湾化的教育要扭转回来中国的政党，这是那种。啊，你想这嘛无无呢？随便考试，每年嘛要考试，逐年拢有二十几万的高中生要考大学，课纲已变落啊。你作为家长，伊是讲家长的烦恼，会去甲校抗议，讲会为着我囡仔吼，你莫提出来不正义哈，新的就叫新的，读册考啊关分，安尼就好。到这代志发展的时阵，我请教咱现场台中一中的好友，有没有台中一中的学长？来是甲伊拍火啊！你中中一中同学们，这代志。后来改变，连一个月，台中一中的学生，也好大海报，讲同学，我们站出来。台中一中的学生，也好好孤板指挥，讲我们反对教育部用违法的所在、违法的方法，让台湾的少年家学无台湾的历史。我们台中一中学生全面抵制新课纲，囡仔开始回忆起来。我们出国一三天，新竹中学、新竹中学，一群查甫囡仔、少年家，本来邀请五十个学生，结果拢总来两百几个学生。校长、老师站伫学生后壁，伊讲：阮希望考分数，阮希望好好读册，但是读册无需要读到这样窝囊。我们读真的，我们爱读假。新竹中学，有需要考吗？然后建国中学、北一女，一间一间的学校，一直到我出国上飞机以前，全台湾120间的高中学生，五转马进户，用车轮子到我们啦。各位大人，我看了这囡仔，后来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去年的318太阳花，去年的318。大学生在街头在地方营帮台湾挡下了福帽，今年违法课纲就交给我们高中生，我们一定力抗到底。现在囡仔拢14岁、15岁、13岁，新竹中学高中3年学生讲。阮今年要毕业考试，甲这无关系。但是我无希望我的学弟读到禁闭、戒毒、错误的物件。虽然我高三，我同款甲我的学弟坐伫遮共同考试，伊即要考试啊！各位，台湾是不是有希望的所在？台湾是不是有好大的所在？台湾是不是有世界大的所在？柯文哲有来过家吗？有哦。恁家坦白讲，柯文哲家己讲要选市长的时阵，恁相信伊在打比赛还是选真的？够人，恁阵相信伊选的了？
啊，安尼信心坚强。啊，来讲，柯文哲宣布要选市长的迄个月，是台北市去年十月二九的一冬半以前，是六月份、七月份。伊讲要选市长，啊，伊个口拢真只悬，啊，手机啊只别家，啊，讲话安尼，一开始伊讲话哦，拢一字两字啊。伊讲不要逼我出来选市长哦，迄阵歹，迄阵进步咧，该走出来。无一个人当作是真诶。台北市伊阵的讲话是啥？连胜文如果要出来选台北市长，嘛国民党一定就是连胜文。啊，国民党提名什么人选台北市长，就是藏一个石头，民进党嘛选袂赢，对不对？迄阵拢安尼，失败主义，感觉无机会，无可能啦。台北市无可能选红啦，妈的，什么人来选？妈的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他一只来都赢。所以当柯文哲讲要选市长的时阵，无人当一回事。民进党面对迄个局势，嘛要好好思考台北市要哪来处理，重点到底要放伫新北市是对。伊宣布，一直到去年四月份到五月份，蔡英文再一次接任民进党党主席，决定甲柯文哲比民调。批评了了柯文哲提名，民进党只有一个目标，专啊十九所有的县市取得上大胜利。有一届，我甲柯文哲伫，伊来去做电视做我边啊，啊伊一届提醒我说，伊边头有写哦，几月要干什么干什么，什么寄生虫打法、包子战法，我写一堆啊。我看伊边头写了哦，一直写到十一月二九，讲当选市长安尼哦。我看我听讲，你相信11月20号你会当市长？伊讲，你等着看，我一定会当选市长。你讲要这推来推身吼，推半步唔知要哪算。选举当中，国民党的钱有减开无？有。选举当中，媒体有对咱较好无？有。选举当中，蔡英文主席是选择伫台中丰原组署，甲中台湾做伙。我台湾郑文灿伫桃园面对吴志扬足重要。新竹市，我甲各位请教，有人知影新竹市国民党一届落选的市长叫什么名无？小我知影，啊，你知影哦？伫台湾哦，国民党的县市长若无出名哦，伊就做好选的，通常的民调较悬，伊就无出名。所以十一月二九以前，社会气氛知影国民党质量失败，知影选举对国民党不利。迄阵讲民进党的心理是，若赢着高雄、台南，加赢一个台中就算赢。哦，迄阵在讲的心理是安尼。啊，其他的关吼，若会当即个快三加几哦，迄阵咧算成三加六，若摕着高管区，咱就算大赢。十一月二九咧开票。我伫三立电视台负责下晡开票，四点到八点现场开票。我坐位边啊是主播陈亚玲，我只陪伫陪。下晡到六点半的时阵吼，我看迄开块票吼，足出奇哦。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无一个所在国民党领先。啊，愈开吼。愈惊咧，讲是电脑歹还是真个咧？啊，来开到七点半进广告，我甲三立新闻部甲陈亚玲讲，我爱亚玲姐姐，你有注意到无？桃园市吼，郑文灿到即摆无输过，都固定赢三万票。桃园到七点开到即摆阁赢三万票，一个220万人口的所在，一点点的鸟，三万票好做哦。但是这个距离从来没有拉近，对开票第一秒，一直到七点，四点开票，开到七点，拢赢三四万票。这样你讲会对呢？伊虽然用耳麦吼，甲新闻部讲，哎，我们下一个现场连线桃园，你敢知啊？新闻部讲，我们桃园没有派人去，因为你们桃园吼，一定是吴志扬赢，拨一架 SNG 车给桃园。都赶快派人到现场，我们半个小时后联系。听话，开票了，台北市柯文哲伫国民党的冠。
贯穿，迄地阁要来贯穿台北市，民进党也袂选以前拢爱输二十万票。马英九安怎做成安尼二十万票的所在？柯文哲上少赢得新闻二十五万票，赢到连新闻都出名，好厉害！赢到连新闻出名嘞，连新闻联播不是讲把枫叶卡放弃啊？这个别个放弃嘞，讲我选书为什么要放弃？叫小铁，铁打打一个字，因来打一个学校，柯文赢。新北市到七点半，游戏分个亚赛，好，迄阵哦，我到科学把台湾做赢，家人也赢起来，依然也赢起来。新北市这个少年家庭之间，新北市是民进党一个，国民党现任的市长也无犯什犯什么错，无人了解这个人，民调稳稳啊，国民党一个，一对一都袂赢，搁插串林跟发动。出来参选，新竹市的人口二十几万，蔡林根提四万外票去啦。安尼，民进党提名这林志坚，林志坚要赢无？困难啦。叫开出来，新竹市民进党这个第一届做议员做少年的，伊嘛当选市长。台中大赢二十万票，是龙岗跟台湾。啊，我讲台南较歹势，台南吼，无法度算票数。台南民进党摕到72%的选票，国民党赢到无形去。我迄个早起领导你看到讲，这个结果，但是代表什么意义？我发现台湾开始有在转变，过去哪天咧输课的代志慢慢有改变。35岁以下的少年家，伊毋是看报纸、看电影、看新闻咧了解世界。因用手机啊，听听听听听，因透过网络互相联系，因透过网络了解世界，因经过李登辉12代、阿扁啊8代，这20代的时间，台湾的少年家70-80%的人，尤其少年家90%以上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不是中国人，这片土地是我的国家，任何人若要糟蹋伊。欺负伊，我一定会起来甲伊保卫。这就是我台湾的态度。任何民调，任何民调，你不要去台湾看。任何民调 ，TVBS 做的一个民调，讲你认为家己是什么所在人？认为家己是台湾人的，差不多70%。认为家己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的，哦，这种蝙蝠侠、蝙蝠一种的吼。我十外趴，认为家己是纯正的中国人，袂瘾做台湾人的3%-8%加幅度。啊，每一年呢，愈来愈少，死都无去啊，死都无去啊，愈来愈少。了呢 ，TVS 个文章就问条哦，如果你主张台湾独立，会引起战争，你会主张安怎？有60%左右的人，犹原选择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，60%。国贸协议到柯文哲的选举，到最近的台湾，35岁愈少年的，迄、那个趋势愈明显，迄、那个现在困难。你会当看到街路上这少年，伊无一定来，无一定立的。但你来讲，哎、欸，你中国人哦，伊甲你批评，伊就感觉无同。迄、那个土地认同感愈聊愈深，所以今仔日你咧食饭的时间。另外，铁家用短短时间，把各位说多些，要甲各位报告，恁的国家，恁的故乡，因为恁各位大家，阮看到希望充满未来，因为恁的关心，恁坐伫遮食饭，因为恁伫遮食饭，铁家共同互相拍拼，阮相信2016年台湾的总统一定叫做蔡英文。